现在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热的，你看这些蜡烛的话放到袋子里面包起来都已经化了，今天我就把它重新利用一下。那本来每个小蜡烛就是这样的，里面有一根灯芯都画到一起了，现在就把这些蜡给它融化出来。好了，现在见证奇迹时刻来了。哎呀，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冷却。
还是热的。